有一個宗旨，就是不謀不幸之災，不念不義之財。他知道我們原來我們不會抬高個價錢，當我們今次一定找口罩的時候，他義不容情地一定要 support 我們。除了普羅大眾，他們還照顧有特別需要的人士，另外找來一批賣給醫護界的朋友，看見市民買到急需的物品，一班員工都覺得很安慰，都很開心看到他們買到，就算客人買不到他都跟我們說多謝的。是啊，反而我都估不到呢件事，是很開心咯。即係佢買不到都話多謝你啊，你辛苦啦，都講呢句噶。見到啲婆婆啊，即係買到一盒口罩，得到呢盒口罩，其實佢哋係多謝我哋。有啲人排到咧，係有一次係排到上十幾車，佢都希望攞到一架口罩。我諗前線嘅同事，就算我哋後邊嘅背後嘅團隊咧，都會感受到佢哋嘅一罩難求嘅辛苦咯。